其实这首歌也是表现了就是另外一个谢天华。我希望自己是一个艺术家，创作一个艺术品也大家很受欢迎很喜欢的话，哇，非常好。如果世界上有另一个我的话，我希望他是比我开心，比我更加的开朗，因为我从小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挫折，因为父母以前工作很忙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独立，自己会很孤独，甚至在小的时候我都没有很多可以和我的父母和我的家人出去旅游，去游乐场，去看电影，从来没有过。我20岁刚来北京的时候，住在一个小地方，就我连个床垫都没有，就是一张木板子，然后我在上面铺了一层单子，我就那么睡，都有点男孩别哭的感觉。想想自己小时候的自己，还挺想过去安慰一下小伙子，你想想你自己到30多岁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会是什么样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男孩别哭这首歌，这就是一个男孩在很无助的时候，在没有人能够倾诉的时候，他对着自己内心也好，对着天空也好，去大声地喊出自己内心的想法。太难了，哇塞，吴雄啊，你可以的。哎，我还学反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们给他不是拍的是镜子吗？老师就为了让他是学的是正的，然后他以为是直拍的，所以他学的全是学左手。那半天不对啊。哎，我不能这么轻易放弃，否则对不起这么好的队友。我就咬牙坚持给扳回来了。扳回来之后，林来在前一天，拉菲哥发了一个视频。云龙啊 ，Ricky 啊，这是我新编的一个舞，然后你们把这个学一下。可能要你们再辛苦一点点了，把这段学好 ，OK， 加油加油。我说等一下，重新学一下，就是又加了第二个全新的舞。其实就是蹦蹦蹦蹦，啊，四下。我不行了，太难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经历这个？太吓人了，崩溃，难道想哭？我跳了1年多 jazz 了，很多动作我也都学过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5、6、7，哎，你让女生坐下去，你别给坐下去，然后再顶。对对对对。5、6，五右左右右右，右没有右。右右。啊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哈哈，龙哥试一下，哎，这1、2、3了。哦，在你这儿，你在我后边，脚在我后边。对，6、7。6 and 7, 8 and 1, hold 2。我腿好酸呀，腿。5、6、7。啊！天哪，就第二度崩溃。这首歌的歌名很适合我的这段舞蹈。那还别哭，我就。你太累了。做个好汉子，比太阳更光。休息的时候，隔壁就传来了诸葛铿锵有力的歌声，比太阳更光。我就觉得冥冥之中好像他在鼓励我。我就不得不站起来，重新再继续练。接着练，就得练个100遍、200遍。云龙，你这个地方就离它不要远，你这是一个上下抱，就这儿完了以后，你看蹲到这儿了以后是一个上下抱。如果你这么甩的话，它就重心能出去。好，它转过来的时候，先握着它的手才跳上去，你再蹲一下放它上去，手低一点。OK， 好了，100遍练完了。
Sorry 啊，干啥呢 ？Sorry 啊，练舞了。没，我躺会儿，两下就喘了，两下就喘。能不喘吗？来吧，来躺赖在我旁边。那 Ricky 你真的那可以啊。为什么会这么累呢？可能是我的湿气更重了、啊。多余找这个理由。再练100遍，台上不会忘了。你顶多20遍，100遍。这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的话，我可能会想让他好好念书，好好去当个兵，然后保家卫国，就是那个顶天立地的状态。其实我曾经不太喜欢我自己，我是一个好斗的人，我曾经希望更了解拳击，就是为了人家说一句你不行，10年不停地练拳，结果练到连骨头都变形啊，什么那样会晚上弹吉他手都发抖。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好斗害了自己，所以我会告诉他，你可以很好斗，但是你不要为了斗而斗。绝对不需要担心别人怎么看你，绝对不应该觉得比别人低。就有些人因为他的肤色，就会觉得好像不够他厉害，或者不够他有价值。但是我可以说，就是把我们那个黄皮肤的精神、华人的精神、龙的传人的精神，如果我们可以保持这个精神，不只是会有明天，明天会更好。卓哥，我们有一个想法。嗯。I know you performed a character called 王熙夫，王老师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，哇，对，哦，那汗毛炸了。对，我们的想法就是整个您的状态就是黄飞鸿的状态，而且里面是将军令的那个部分，就是文戏，没有武戏。我们所想表达的就是中华民族魂。哦呵，直接把质量跟情节、气节全提起来的状态。哇，还打算里面加一段。我们都是黄皮肤，黄皮肤，黑色头发，黑色眼睛，黄皮肤，黄皮肤。哇，你如果再给我们 dancer 出来，就完全站住。哈，哈，哇！而且我听说你也做古乐的古筝、古筝、古琴。这个可能是很好的武器，在这首歌。Let's do it. Yeah. Okay. 我们是中国人。Yes. 他们想的这个点确实是让我感到激动。经过这一组这么优秀的哥哥，再跟我本身相结合，哇，这个太棒了。So, can I ask you,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sleep? 平时几点睡觉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睡不到， okay, 睡不着的。OK， 我就想尊重你的。不用管我，我困了我就回去睡了。够。我哥那不是11点睡觉的人吗？他都一般回来，他都真的是回去睡觉的。他那休息休息，差不多弄弄就休息了。晚安，那保证休息。今天晚上大家早点睡。Can we do the 黄皮肤 Let's get that cadence down. Yeah. What is the cadence? 可以 rap 一下吗 ？Thank you, brother. Okay. 黑头发，黑眼睛，黄皮肤，呼呼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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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's just a demo. Is it just a demo? Yeah! 一二三四，黑头发，黑眼睛，黄皮肤，黑头发，黑眼睛，黄皮肤，黑头发，黑眼睛，黄皮肤。All right! 我从来没有想过卓哥会做到这一步，很愿意加入，很愿意跟我们一块儿去商讨，一起去尝试。他有爱在里面，他倾入了他的爱，他比我们都积极。太阳更
光。卓哥阵亡了。卓哥其实也是很甜的，他都喜欢玩，他都绝对有他的调皮，哥哥们之间都是配合的非常非常好。我哎呀我不学过呀，对，那深藏不露啊，就玩儿，我不是那种专业的，这种就是玩儿。太厉害，哇塞，好像不错。主要是弘扬传统文化，文化大使。古琴我肯定要加练的，既然哥哥们太爱我，那我就奋勇直前。非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陪伴、支持和鼓励。为了回报大家，我们麒麟阵营特别准备了一个2分钟的歌曲集锦，回报给现场所有的观众们，请看3189。接下来是送礼物环节，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些毛巾，上面印着我们所有的哥哥的照片和名字。小心，我们没有吗？老公自己拿回来。刚刚拿到的，大家可以把毛巾拿出来，可以撑开来。也有我们麒麟阵营，也有我们一枝花的阵营。那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，纪念一下今天非常美好的时刻。大家把毛巾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一、二、三。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，来到我们最后要公布我们今天结果了。啊，来嘛！三轮对决之后，一枝花阵营积累的是一个离开名额，麒麟阵营积累的是两个离开名额，所以对于两位预备队员来说，你们所参与的单轮对决当中对决失利，你们的个人喜爱度所以要削减20%。
根据观众赛后投送的个人喜爱度排名以及两个阵营累积的离开名额，各个阵营的相应数量的末位哥哥将暂别舞台。那么现在结果已经放置在的是火力值区，大家可以自行去查看。火力值在哪儿看？再见各位，我走了。Did you get your card? Yeah. No. It's okay. No problem. 老大呢？没写什么别的。哦、oh, ，congrat， 只要最后是 congratulations， 祝福哥哥在人生舞台上继续，是什么意思？祝福哥哥在人生舞台上继续。啊，什么意思？是我。啊 ？Let me see that。是我。没关系喽。啊，哦哦哦，没事没事。尴尬，尴尬，会是你，好尴尬。这把，这进去，进去，进去。咱们要淘汰两个人，我是十二，没关系。不算什么，不重要，那个没事，没事。没事没事，台湾区是永恒的。打我谁？耶！我一直在四个公演都是在大湾区的哥哥都走在一起嘛，然后非常开心，也非常的有默契。谢谢哥哥们，给我们非常期望的一个夏天。停停停，停停停！哥哥们，要不你们先休息？没事啊，现在我可以继续啊。不用担心，兄弟们。OK， 我可以，还可以跳。Yeah. 而且啊，让大家都担心，不好意思吧，你们。没事没事。我相信他，如果他认为他可以，他就是真的可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默契吧。汉文挺爷们的吧？面对困难，我一关过，用披荆斩棘的一个人去过关的感觉。你们认识多久？我认识28年。哇、wow, ，我们没有联络好多年，没有常联络。然后这次那么奇怪的状况，只要就是啊，我们就聚在一起。And then this time they became together. Magic moment. Yeah, it's all fate. Thanks, thanks, thanks. 对，你们也要啊。All right. 不舍得他走，我们真的是兄弟情，甚至乎比兄弟情更好的。就是你在失败里面学到的东西，比赢了永远会更多。没事，想哭就哭吧，你。不是，是因为，我不知道是激动能让人哭。这个拿这个劲儿，这个软，你得拿这个找找感觉。这儿使的劲儿不对，往前一点。嗯。开始马里奥战跑跳不高。啊，开始马里奥枪跑跳不高，明白。你
太棒了，你怎么这么收着呢？之前啊，你之前太收了。来，必须得记下账，让我走回去。我其实觉得这个事儿没所谓啊，都是男人嘛，这个事儿换谁都会干的。所以我把你留在那儿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上车，我完了，我打破了，我说我不哭了，是啊，你哭什么 ？Ricky， 来，到我哥哥这边来，就完了。我加入你们，我进入了舒适圈，所以我选择加入一个我更陌生的地方。帅，漂亮。他不要在他的安全区里面了。也是对的，我也尊重非常欣赏他。我说他，哎，姚总 ，Ricky， 祝你好运啊！在舞台上，我都觉着可以了。我也觉得，可能输了比赛，但是能赢得我们的心。谢谢你，没有我的日子里，你们不要太想我就行了。观澜湖畔说再见，披荆斩棘的哥哥，侠族诞生夜。我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，把握最后一次机会，尽自己最大的全力，把我们能够做的做到最好。没有回头路，最后一关呢，我就是要来这边赢的，绝对不能输，让人看到我们的那股杀气。赌上了一切，义无反顾地一直往前走，让自己在台上燃烧，打开了一个火，所有的野心拿出来了，已经到最后了，我会赢的。欢迎各位来到少年高校的毕业班会。我喜欢我喜爱的兴趣，可以作为我自己的工作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。虽然开始的时候你不喜欢，但是当中你可以找到乐趣的。我情窦初开，放学的时候我就一直偷偷的跟踪。谁能够争夺我们少高最后的毕业生荣誉？撒娇，撒娇，就撒娇。好难啊，那个好难啊，怎么敢玩呀、啊、最后一次 battle， 哇，好痛啊，很疼啊，要嘞、哎、你看有请少年高校的所有哥哥们一同登台，他们都来了，他们都来了。